上差不多七点左右，我们在我们现在在酒店，刚要准备要出发去蓝山。我们会在这边住三晚，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去大阪。十米，好像跟一幅画，你画得到吗？如果开了，然后你画得到吗？太美了，太美了。我每天就是一定要吃一个，对，每天都吃一串。今天是第一个母鸡 ，OK。OK， 我们餐点时间到了，我们现在要来这里，这里就是其实是喝咖啡吃面包的地方，因为我们都喜欢吃面包，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来这个打卡景点。走吧走吧，看可以吃什么哦，不过要小心哦。双层的，双层的有2800 yen， 这种，这个就一盘的，2000，一盘2000，不过每一个三文治，如果是单点的话，是1500，OK，let's look at the top first. The top we have some cheese, we have some parma ham and savory. Oh, smoked duck. They got smoked duck.Yeah, and then this is a fruit sandwich. Yeah, 边的竹林，这个是从天龙寺上来的，因为这个到了它到了终点的时候，就会到那个 Sagano Train 的那个车站。往这边走，再上以上去就是清水寺啦，走，跟我们走吧。哦，哇，进来就有东西吃，都有东西买耶。看到一个很特别，就只有仅止在日本的这个牌子，这个叫 Potter Yoshida， 所以这个牌子听说他们已经停产，所以突然间找到这个店的在清水寺这里，是相当的神奇。介绍这个小地方，这个就是从清水寺，你要往清水寺上去的时候的一条小巷进来的，然后这间店它卖的是那些果汁，然后还有一些巧克力味的果汁，还有一些豆，坚果，
里面的东西都很好吃，很特别的哦，因为在别的地方买不到，所以如果你来清水寺就一定要来。还有还有一种凉粉，自己切然后沾一些豆粉，蛮特别的啊。没有了，说好啊，我要买这个。嗯，哎，还有就是这是什么豆，就是是什么豆，这个是这是米果，I think就是米果果那个巧克力还是抹茶，对吗？嗯，有些是豆，有些是米果。我买不到我要吃的那个凉粉，我要买回家的，没有办法，我只可以在这边吃了。然后你看这个，我教你怎么弄，就是拿这个，你看，然后你就拿来沾那个抹茶粉。说话，嗯，没有，嗯，这样就好，你好，加水，加这杯水，嗯，这样要1430烟，还有这个威佛饼，然后你自己夹那个抹茶的冰淇淋，还有红豆，还有那个凉粉。嗯，然后夹着吃 ，nice。我就是要故意来伊萨卡亚聚酒，然后我们可以吃这些烧烤的东西，然后它的沙拉。哦，刚才你没有看，我们已经吃到七七八八了。这个酒在京都才有，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我一定要买，而且要买回家慢慢的欣赏，慢慢的吃。这个怎么卖？哦，三包 ，OK， 一包是430烟，430烟，然后三包是1180烟，所以我们买三包是划算的，比较值得。哇，我们现在要停一下，因为我们到了甜点时间了。这个就是一个抹茶的店，然后有那很多，你看有很多抹茶的冰淇淋。啊，我来到我最喜欢的一间店，就是全部的泡菜。其实这里至少有30种泡菜哦，你还可以尝尝看你喜不喜欢那个味道，然后再来买的哦。走，跟我来吧，你就一起跟我逛逛吧。啊，买这个，这是我妈妈的最爱。啊，就是萝卜，不过还有一些黄色的那个色素酿成的。Mister,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Singapore. 你是仙女吗？仙女下凡。No, where are you from? No interview? You shy?
It's called jjampong. It's called jjampong. It's actually vegetable and pork in a stew kind of soup. Well, I'm having three flavors. Shandong udon over here. Yeah, it's really the local restaurant eating collagen. Collagen? Yeah, from the pork. It's just skin with bone.